在圣体大会闭幕感恩弥撒结束后，汤汉书记率领全体向圣体献香。随后，由高雄教区刘振中总主教恭持圣体光，开始圣体游行。在全国教区的主教、司铎、修女以及圣座骑士、爵士们的陪伴下，依序从高雄、嘉义、台南、花莲、台中、新竹到台北总教区，为所有的信友降福。你是给他们天上的食粮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天主，求你使我们以相称的敬礼来赞颂亲临你以这圣事中内的羔羊，他为了我们曾惨遭杀戮，当他在光荣中出现时，也使我们永远瞻仰他。他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圣体游行队伍回到祭台后，在汤汉书记的主理下，恭持着圣体降服现场所有的参礼者。在圣歌赞美天主的伴随下，现场14000多名信友一同向基督圣体跪拜。礼仪的最后，在汤岸书记的带领下，向圣母敬礼，完成第5届全国圣体大会的圣体游行。